环球邮报的读者们、五三九们，大家早安！今天是7月17号，7月17号星期一。环球邮报的记者呢，我们今天到了协天宫，跟我们关圣帝君参拜祈福。你看那么多的鲜花，那都是因为庆祝我们关圣帝君的今天的圣诞。今天的圣诞，这边很多的。很多的那个人呢，都跑到里面参拜祈福，所以我们这边特别希望我们观世帝君能够保佑我们大众民生身体健康然后事事如意也让我们在生意上有所进展，在投资的五三九啦过股投资股票啦投资基金啦，大家都能大赚钱。关圣帝君是个正神，所以我们在这边跟他参拜祈福，希望呢，保佑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还有呢环球邮报的五三九的会员们，大家呢都能顺利，事事顺利，在这边我们的这边下午有那个淑芬歌剧团，我已经来3年了，这是第3年他们表演得非常好，今天的戏名叫兄弟相残。兄弟相残，等我下午会来这边录影，不晓得这边几点开锣，但是呢，我们这边感谢，我们的神明的保佑，关圣帝、协天跟关圣帝君及众神们，的保佑，感恩感谢。